经中韩双方商定，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的习近平主席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举行双边会晤，这是两位元首首次正式会晤，意义重大。双方届时将就中韩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韩互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为中韩关系下步发展指明方向，注入新动力。